关心本土疫情最新的消息，新冠本土疫情共涨新增加24000多例，比顶礼拜同期有增加。卫生表示，这代表这 BA.5 的疫情已经在社区摊开，估计下一波这 BA.5 为主的疫情应该人数会愈来愈多。另外，国内这囡仔或者密斯西的个案已经有上百例，60%以上拢是5岁以下的细汉囡仔。专家认为，这和5岁以下细汉囡仔较晚注疫苗有关系。新冠本土疫情17.3%新增加24000多例，比上礼拜同期增加4.2%。疫情指挥中心预告，8月底疫情会加悬。有医师表示，附近国家最近拢因为 BA.5 疫情确诊人数搁再创新高，台湾无可能隔外国。而且目前国内是采快筛阳性，等于是确诊。后一波 BA.5 为主的疫情，每一天通报的病例数可能差不多是5万至6万，社区内底也无吹出来的恐惊搁较济。都是因为快筛取代 PCR， 而且也是看民众是不是对症状有所自觉的方式，有一点接近那个共存的状态，所以说对于那个抓那些确诊数，其实是不会这么严格，就跟别的国家一样。另外，国内儿童多系统发炎症候群，感情 Miss C 的个案持续增加。今年累计已经有上百例，其中5岁以下有62例，超过60%，甲外国潜在看到的8岁至10岁年龄层无共款。针对这点，有医师认为讲，这真有可能甲5岁以下幼囡仔抗外注疫苗有关系。感染的话，他们都会感染，可是打过针的比较少发生 MIS-C， 那没打针的比较容易发生 MIS-C， 所以我还是觉得最好大家呢赶快去打预防针。医师强调讲，民众第三档疫苗的注射率已经超过70%，加上感染率，群体免疫至少有30%至40%。不过，还是要真谨慎。50岁以上甲5岁以下是重症高危险的族群，所以呼吁家长都要赶紧带囡仔去做疫苗，来降低未到了后并发症的风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